100万，先离开我儿子。好的，从今以后我会从你们面前消失，但是我怀孕了，我会把孩子生下来自己养大。什么？你怀孕了？放心，只要你把孩子生下来，我们来抚养。怎么好意思啊，孩子又不是你儿子的。喂，谁呀？老娘是女的，不是你老公，你打错了。大哥，好像是你老婆找你。哟，你这手机不错啊，是不是无边框手机？是啊。多少钱买的？反正比你的贵。为什么无边框手机比有边框的手机更贵呢？你割包皮不花钱啊。你再骂我一个试试，大傻！你给我等着！看完不过瘾，搜索公众号"哈皮一家人"，添加关注，每天还有更多精彩等你来。